嗨，大家好，我系 Coleman。今次会介绍十六分音。喺拍子嚟讲，十六分音喺现代音乐中经常出现嘅。我哋常见嘅拍子如全分音符、二分音符、四分音同八分音，都已经喺之前嘅片所介绍过啦。睇紧呢段片嘅你咧，如果想理解今集嘅内容咧，是需要对八分音以及八分音切分音，即是 syncopation 的基本要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和弹奏的准确度。大家可以参考八分音和八分音 syncopation 这两段片的。而十六分呢有六种常见的 pattern， 今次呢会介绍第一种以及讲解一下要留意的地方，而我自己就会分享经验上面一些特别的处理手法的。未玩十六分之前呢，想介绍两个十六分很重要的规则。这个呢就是连续十六个的十六分音符，我们会数作为 1E&2E&3E&4E&R 的。如何可以准确弹奏出来呢？就要知道每一粒十六分的长度。首先呢，我们会以弹五粒十六分作计算，而一拍入面有四个十六分，弹五个十六分的话呢，第五下十六分就会同第二拍的响声同步，即是一开始就是第一拍，完结的时候就会听到第二拍的响声。我现在就会开拍子机以80的 BPM 用 C 音来做示范。 1, 2, 3, 4。这个时候呢，听到以上的声响啦，对于一粒十六分的长度呢，相信有个初步的评估，大家就记了它入脑啦。那我教学的经验得知呢，同学弹慢了的情况会比较多的，所以呢下一 round 呢，大家就要弹回快点去追回第二拍。建议大家呢宁愿弹快很多都不要弹慢，弹完五下之后呢才听到第二拍的响声呢，下一 round再弹回慢一点修正回。我现在就示范一次弹快很多。1, 2, 3, 4。那我现在弹完五下才听到第二拍的响声的。现在第二下啦。那我就弹回慢一点，就会中得回了。总之呢，一定要确实知道自己同拍子机是同步，毫无偏差。建议练习的时候呢，用录音的仪器录低它啦，例如用电话啊、录音机啊、software 啊，之后呢就听返自己啱唔啱。总之找一些方法去证明自己是准确无误的。有朋友就连续会弹十六个十六分 feel 密一个巴来做评估的。其实都可以的，但是呢就需要加多一下，就是弹17个16分，第五拍的响声就和第17下同步，正确的机会就会大很多了。那我现在就示范一次。1, 2, 3, 4。经验得知啦，同学如果弹17下16分，会比弹五下会弹得立的，又或者越弹越慢，最后呢就因为拍子不啱呢而对十六分的长度计算错误，所以呢弹五下来计算是比较准确的。记住呢，这个第一个规则呢，目的就是在某一个速度底下计算十六分有几快，之后将它的声响记咗入脑，做一个参考的。规则二，一粒十六分音符后面的处理。一个十六分音符后连住任何时值的音符的话呢，无论 BPM 有几快，我们都要幻想它成为两个连续很快的声响，即是要很爽地弹两下，声响就要需要是嘟嘟嘟嘟或者。我们看下这个图啦，第一粒音是十六分，连住一粒十六分，我们就要将它的声响幻想为一个十六分，后面连住一个八分，我们都要幻想为
一个十六分之后一个四分音符，一个十六分之后一个二分音符，一个十六分之后一个全分音符。大家听到十六分之后拎住任何长度的节奏呢，都是会出了一个很快很爽的声响。为什么会有这个 rules 的出现呢？原因呢，就是当要处理不同时值音符，同学经常会出现一些错觉。这些错觉的情况呢，就会在这六种十六分 pattern 的例子上面陆续出现和讲解给大家知的。以下呢，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学习六种 16 的第一款。它要弹的位置呢，就是 1, 1-2, 2-3, 3-4, 4-4 的。它用了音乐正规的写谱法记录。简单点讲呢，一拍的范围内呢，节奏入面的符尾会连住来写，就是正统写谱法的特点啦。符棍尾相连就是同一拍的范围入面，即是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同埋第四拍嘅。我哋睇返第一拍啦，即係呢两粒音嘅范围一定要喺第二拍嘅响声之前弹晒呢两粒音啦。由于呢，我哋嘅目标呢，就係认识呢六种 16 嘅 pattern 为先。如果我哋用正统嘅乐理去数，或者好仔细讲解十六分，相信呢，我哋要用好长好长嘅时间。所以呢，我哋会抽象少少去抽第一拍出嚟做分析。当一拍入面有四个格仔，每个格仔呢就当一个十六分音。第一拍嘅第一个节奏呢係有两条尾嘅，即係十六分啦，就占一格。而第一拍呢就有两个节奏，而一拍有四个格仔啦，咁前面呢个节奏呢就占咗一格，咁我哋加减数嚟计啦。第二个节奏呢就会占咗三格，即是三个十六分的长度的。弹奏的排列呢就会由格仔的左向右边数。第一个节奏呢就会弹第一格。那第二个节奏呢就占咗三格，所以呢就会弹第二格的。好多同学呢就被这个正规的写谱法的符棍影响了，就以为弹第一格和第四格的。这个呢就是规则二所讲的错觉。当我们认识了这六款 16 之后，就会对 16 认识更多，对这个错觉就会减少了。那我们现在试一下呢，只是弹第一拍，即是我们要弹第一和第二个格仔。那我口呢就会数五下，那那五下呢就是头五个 16 来的。咁咧，我哋就會用拍子機80嘅 BPM， 用 C 音嚟做示範。咁我個口咧就會數足1、2、3、4、5頭五粒 16 嘅。咁我就會試彈四次之後咧，就到你哋試彈八次啦。1、2、3、4、5，1、2、3、4、5。好啦，我依家試彈啦，1、2、3、4、5，1、2、3、4、5。1、2、3、4、5，1、2、3、4、5，到你哋啦！1、2、3、4、5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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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咁我唔做啦，到你哋。大家觉得数住嚟弹咧系好难喎，冇错，因为十六分嘅时值太细，所以咧边数边玩系好难嘅。依家咧就介绍我自己经验得出嚟嘅一个处理手法，就系用1、2、3、4呢四个正板去判断，唔用啱啱用口数头五格十六分。我哋咧就试下听到正板嘅第一下，就要即刻弹第二下。可能大家会问，咁样唔数会准咩？我哋依家咧就用翻第一个规则，弹翻五个十六分去计算同埋感觉一粒十六分嘅长度。1、2、3、4，大家记咗呢个节奏佢。因为第一个 rhythm 系十六分，睇翻第二个规则。
如果一個十六分之後連住任何時值嘅音符嘅話咧，無論 BPM 有幾快，我哋都要幻想佢為連續兩個好快嘅音，好爽咁樣彈兩下，即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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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咁我依家唔數，就要靠感覺嚟好爽咁樣彈個温同温二。1 2 3 4。我依家就示范下四拍都系一样嘅情况。1 2 3 4。依家咧，我就示范两个巴之后，你哋就接住弹八个巴。咁你哋要弹嘅头四个巴咧，我就乜都唔会数啦。去到你哋嘅第五至第八次咧，我就会同你哋汇合翻。1 2 3 4 1 2，到你哋啊！今日介绍了六种常见的十六分的第一款，以及两个帮助我们掌握弹奏十六分的规则。开始的时候学习十六分的确有点难度的，不像之前所介绍的八分音和八分 syncopation 那样用口数就会弹到，无论理解和弹奏都是完全两回事的。但是当适应了十六分的 system 之后，大家就可以輕鬆應付和處理大部分現代音樂的歌曲節奏，望住份譜的節奏不用靠聽都可以彈奏到出來。之後呢，接下來會介紹其餘五款的十六分給大家的，希望大家就 like 我的 Facebook page 和訂閱我 YouTube 的 channel。 今天介紹十六分講到這麼多，我們下次再見，努力練習，拜拜。